Today I'm going to visit a friend. He used to be a cook. I'm picking some vegetable to take with me. This is a handful of young celery I picked from home. We're getting some eggplant. This is pretty good. It's a winter eggplant. Chinese kale. We're gonna pick the young flowering stalk like this. I picked the main flower stalk right here, and now it grow three more from the side. It's very tender. Out of all this bok choy, I chose this one. See how big it is. This is my hand next to it. Huge. Should be enough for a meal. Look at that. Pick out the old leaves. Even its old leaves, the stem is very crispy. Like that.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eat today. Good, this is all. Here we go. 对，咱们今天做四个菜，做一个茄子，肉末茄子，然后呢，肉丝、芹菜，然后蒜蓉、芥蓝，嗯，然后再用蘑菇炒一个这个小青菜，嗯，好不好？把这个茄子准备一下，用盐水就是把它杀一下它的水，然后呢，这样的话它就是还得攥一下，攥一下它就出水。嗯嗯， 是茄条，嗯，加盐，加很多盐，对，泡水。哎，这个加这个盐不会让它变咸，因为一挤就又出去了。先泡一会儿，先把这芹菜加上。我们北方呢，这个叶子哈，嗯，会单收集起来去做一个菜。一个是可以凉拌，二一个呢是把它沾点面和那个小米蒸一下，像窝头里加芹菜叶儿似的，就是让它 切面多一些，这样炒的话好进味儿。所以我今天给你炒一个，你尝尝，就是无门的炒法，要用肉炒，油一些，因为芹菜它比较干的菜嘛，就吃油。切好了啊，大葱，哎呦，你看这个刀工，生姜，切丝儿啊。对，把这个肥的先去掉，它有点软了。 这个切好还要加工一下，先搁点盐。盐，人家这个厨师界有一个叫“越渴越吃盐”，说这个肉一抓它水分就出来了。然后呢，搁点这个老抽是上色，搁一点生抽提味儿，醋。对，醋就是让这芹菜的味儿中和了好多。不喜欢吃芹菜的人搁点醋， 它就能把它那味儿抢回来。水淀粉，淀粉也让它嫩。像我们北方人炒菜，喜欢勾芡，就把这个等于收它那个汤嘛，就可以了。够了，把那个水挤出来一下。对，去掉水分的茄子就这样。它一会儿炒起来，它就把你那个菜汁都吸走了。真的，真的是。这个也是童年回忆，茄子、土豆跟西红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味道了。 放豆瓣酱是吧？对对，先炒一下豆瓣酱，不能爆炒，要温火，一点一点让它炒出香。炒茄子呢，油稍微多一些。葱姜蒜，稍微搁一点料酒。料酒也可以增香。料酒就是你看，让它出那红油。肉末。 对，把这个肉都蒜香炒出颜色来。嗯，色香味俱全。这个茄子啊，可以啊，用油过一下更好，再稍微来一点甜口。哎，醋也来一点啊，它就鱼香。电锅。行，这个。弄个芹菜啊。 炒这个高一点温度，要爆它那个有锅气。好，放点水。这马上就可以熟了啊！对。我炒菜的时候，我喜欢把那个锅搓一下，这样它就不容易粘底。对。你看
这个淀粉就那个效果就出来了，不是这么水，它就是有一定粘性。对对对对，素可以增香。对，这个就是为了去芹菜那个大家不喜欢的那个。哎，有人吃不了香芹类的菜，就是因为这个。好嘞，看还带着鲜花，就放里面烫一下。哎，不用炒太长时间，烫。啊，我有时候需要一些调料。就把菜拿出来啊。现在下锅炒了。我喜欢后放，后放它，它蒜香味比较好。搁一点豉油，就可以代替盐了。哎，保留。哎，我闻着香味了。姜丝有的吧？葱，主要是葱。嗯。蘑菇最吃葱。一点酒，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啊！马上就出来了。好，搁青菜。小青菜。这个山珍海味它都配，跟蘑菇配。这颠锅，大厨颠锅。放点盐，盐后面加啊。嗯，这个还要吃它的脆。哦，我们仨人在家都吃四个菜。要不煎鸡蛋？煎鸡蛋，你觉得会粘吗？我咱们这个锅已经炒了几个菜了，哎，它不会再粘了。我们拭目以待吧，反正看一下，炒锅煎鸡蛋。哎呦，马上就泡泡了，这不可能粘吗？这么大这个泡泡，那在这里面就滑的了，厉害厉害厉害！怎么样？哎呦，这个漂亮！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这鸡蛋一定要炒熟，如果你炒不熟再放回去，腥的，就炒老一点儿，加出来。这里，好，西红柿炒一下。加点水，这个加了酱油跟不加酱油的西红柿完全是两种，差别特别大。哦，这个甜。对，因为它这个少了它这个西红柿自己的味道，哎，要搁很多盐和糖来调，对对对，要不然这个道菜是没有味道。有人鸡蛋里加料酒是为了让它烹得更松。哎，一定要开了以后再放鸡蛋，嗯，相当于西红柿炖鸡蛋。那差不多好了啊。嗯。我们过来就给弄了那么多菜，我就不好意思了，真的。